好好，来对着 Gino 哦。再来是 Kimiko 老师，来吧 ，Come on！ Follow your heart。当事者。两位都是性感女神，对。可是真的 ，Kimiko 她会让男人感觉说，她用她的温度，在感染我，是把我温度把我包起来，是。可是思雅呢，我觉得在中间我还是感觉到一个隐形的防护罩，我感受不到你的温度，即使你的动作非常的。I know it's hard, but it never fazes me. Cause you let me let it be.Calamos pra não dar bandeira, porque o inimigo está sempre ao lado e a tradição. Dragon Zook, Kizomba 跟 Zook， 对，它是一个新的，我们现在最号称是最性感、最迷幻的拉丁，而且它的蠕动很特别哦。哎，还有蠕动呢，是一种 Z 字形的蠕动。你可以示范给我们看吗？步伐其实很简单，它是 wave。只有你的肚子以下，你的上半身，对自己的。哎，慢慢试试看啊！一、二，记住哦，只有你的肚子以下，走，一、二，一、二，一、二，两次，再一次，一、二，一。雅茹很好，但手要放掉哦，不然就会变迅猛了。再来，一、二，一、二，一，很好。肚脐一下哦，最后一次，一、二，一、二，两次 double， 哎，然后差不多了，就是是现场气氛火热，就赶快收哦，见好就收，真性感，谢谢思雅。When marimba rhythm start to play, dance with me, make me sway.哎呦，李长博脚都好了，勇勇要起来起来了。
蹲下。掌声鼓励！哇，直接来了。那抢镜头。有有抢过了，抢过了。刚刚是这样子，老师觉得不够好。你觉得哪里好？不好说，不好说，真的不好说。我会建议女生，既然如果要用胸部来做一些性感的动作的时候，重拍在下，不要在上。下哦，所以她要有那种喘气感。然后你用胸部做出这种喘气感的时候，男生就会气喘。有喘气就会有气喘，对。那我们就请这个 Kimiko 老师，我们示范怎么样让 Gino 气喘。欢迎 Kimiko 老师。那我就不客气了啊。有太孤了，太孤了，欸，完全那个感觉是跟 Nikita 不太一样。你觉得 Kimiko 老师带给你的感受是什么？欸，我很想我有一个不情之请，是一个在左一个在右，然后同时没有太过分的要求嘛。你们也想看是吧？对对对，好吧，不好意思，好吧，好 ，1 2 3 go。大概知道，我觉得应该是都性感，可是 Nikita 是一开始就让我整个性感爆，整个爆出来了。可能我开始会觉得，哦，这个刺激很直接，是，可是慢慢就缩掉了，哎，感觉就跑掉了。可 Kimiko 老师是一开始先给我一点，他是一直堆上去，一直堆上去，一直堆上去，它是有层次酝酿的。对，那我觉得堆上去的东西会比较持久一点。对，所以刚刚其实已经Gino帮我讲到一个重点，因为我们一支舞马其实都不短，所以如果你要让那个大家的感觉是从头到尾都持续的话，它有一点堆叠。